精彩节目就梗系陆续有嚟啦。系，哎呀，我以为你同我挥手添，我同紧边个挥手？好多多谢你同我挥手啊！好，咁啊，又系千千介绍好歌嘅时间啦。嗯，等我睇下先。哇，喺呢首歌你哋一定中意听啦，《绝唱十八拍》。边个识呢只歌啊？举下手先。啊，证明大家冇瞓觉，真系咧听紧歌嘅。既然知啦，讲俾我听。调翻转，不如你讲俾我听呢首歌讲咩故事好唔好啊？系啦，有啲知道咯喎，系啦，咁就係讲蔡文姬呢，咁佢就係赞完呢个汉后传之后，咁佢都係好挂住两个仔，又係挂到病咗啦，病入膏肓嗰隻添，今次仲要。咁佢呢个故事呢，就其实我由细到大成日諗嘅嘢啦，如果我可以死喺我心爱嘅男人嘅怀抱之中，几咁浪漫呢？佢就係有咁浪漫啦，不過當然都係好悲情嘅，又悲情又浪漫嘅愛情故事啊嘛，你我大家都鍾意㗎啦，係咪？好，邀請我哋今日嘅演唱嘉賓周素芬、羅國年為我哋演繹呢隻故事啊！好，掌聲。Come on.
上我是非中啊，是雪拥眼门来为娇妻伴同啊，文姬生何处不相逢啊，想到别意艰难会更难，执手相看，知非。
娇艳，长丝凤鬓。孟姬，我知你为曹丞相暂且唔阻后汉。
文姬，你此话何解呀？是否迎你归汉之节度使董志呀？正是，持正守节，尽诚去。唉，当日你归汉绝户，已将此因果种。原由天定，我当量力苦衷。多谢燕王，可怜如情，望你还将儿女。放心啦，虽断夫妻情，又传儿女爱。为觅贤良后母，莫交虐待情去。我早已誓不从婚，儿女何来后母文姬啊，你且多保重，你莫再忧虑重重。天啊，天啊，你可否见面，能否使董志君放文姬归我呢？定寻名医遍天下，当可就其功。是啦，人世难留，只有云翠堆假冬。哎呀！将成啊！
多謝各位，多謝曬今日嚟捧場，拜拜。